第一个球就出手，姚琦都跳起来，但没有接到，碰到球，但没有接到。哇，两名的跑者现在都要回来得分啦！哇，刘信宏啊，今天啊，两支的安打都带有打点啊，这一次来一次把两位的队友都送回来，现在变成6-1了，高苑科大五分领先对手。哇，刘信宏好怕了，我们在这里就感受到那个撞击的力道非常的强。哇，游击手已经尽力了，哇，这个跳得够高了。哇，这弹簧人呢？对，跳的已经非常高了，但是没有办法接到潘宏翔，差一点点。